中国浙江温州市信用担保行业协会对着台湾的投资环境真有兴趣。十六个李干事组成了考察团，这两天到东部，即马是看介意东部的观光旅游环境，想要投资饭店旅馆业。地方的旅游业者表示欢迎，希望会当带动东部的观光发展。十六位中国温州市信用担保行业协会李干事到东部考察投资环境，也希望了解甲地方投资有密切关系政治生态，特别到台东县议会来参观。每一个议员都有他的一席的。中国温州市信用担保行业协会李干事拢是各行各业的董事长甲总经理，因在中国已经投资真侪房地产，今日也准备进军台湾。这个月二十号，因就来到台湾考察，这两天又搁坐到东部来考察，对投资东部观光饭店有过多兴趣，地方的旅游业者也拢真欢迎。对，环境很好，经济方面可能我们还要与兄弟们共同要努力。他们应该不只是限于投资饭店啊，他大概在金融各方面他们都有兴趣哈。不过他们还在评估的阶段呢，他一直认为台东非常的漂亮，他们很喜欢台东。今日协会来台湾考察，已经团出要投资金融业，即阵又搁有意思要投资东部的观光产业，地方的旅游业者拢乐观其成，希望会使带动东部的经济发展。好。记者综合报道。